乐课能听见声音，是因为声音是透过什么媒介来传送的呢？请作答。答案是 C， 你答对了吗？我们来看影片的解说。真好听，这也是空气帮的忙啊。是啊，透过空气震动传到我们耳朵，我们才听得到声音啊。另外，像空气、固体或液体这种能传递声音的物质称为介质。通常我们听到的声音都是由震动和介质所造成的，要两者同时存在才会产生声音哦。